吴老的作品一直备受国际艺坛推崇，不但率星中国在世艺术家作品全球最高成交价的记录，而且屡创新高。私人的收藏家对吴老的作品可以说是求之不得，可是吴老没有把作品的价格的高低看在眼里边，而坚持把最优秀的作品留给群众做公开的展览、研究和教育的用途。晚年更把大批作品捐赠国内外的公营艺术馆。吴老离开我们已经8年，可是他的作品传递的真、善、美依然感动人心，引发观众的共鸣。我想在今天的捐赠仪式上向伟大的艺术家吴冠中先生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也要特别感谢吴冠中先生的儿子吴可瑜先生费心操办促成这次捐赠。最后，我仅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香港的市民向吴冠中先生和他的家人致以最忠诚的感谢，也送上我们最美好的祝福。